Please make an appointment another day. Mr. Leo really has no time today. Oh, he's okay. Waiting for here. Thank you. Miss, you can't. Excuse me. Sorry, Miss. Excuse me. Sorry. 刘总，不好意思啊。不管你有多忙，能不能听我说几句话？说。学院不给我记成绩，三年之后我怎么毕业啊？你读书就是为了拿成绩啊？啊？去拿文凭啊？对啊，我读书就是为了文凭，否则我每天这么累，起早贪黑的，吃不好喝不好，我为了什么呀？没有人跟你说过吗？说什么呀？就凭你自己一个人，是不可能进入那样的学校的。那完全是因为我们基金会的名额，你才有这样的机会。也就是说，你这叫定向培养，在国内叫做委培。委培怎么可能有文凭呢？你的意思？我被你们给买断了，除了这家公司，我哪儿都去不了了。如果你没有文凭的话，在外边谁会要你啊？那这算什么事儿啊？我每天这个教室跑完跑那个教室，弄了半天我没有文凭，我怎么跟我家里人交代啊？那你们都是欺骗。没什么事儿，回去读书吧，好好学习，天天进步就好了。出去的时候把门带上了。